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桑稚。桑稚。这个东西有点喜欢花钱。是吗？不是啊，我是颐和的。怎么上车半天也不喊？哥哥，哥哥好帅。哦，哥哥好帅。你不是喝牛奶过敏吗？哪里帅？帅吗？那为什么一看见我就脸红啊 ？P.S. 那个哥哥跟我再见到小桑稚，他也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是啊。我陪你去找厕所，以后暂时进。没事，哥哥去给你买。对牛羊肉过敏，当然许啊，妈没跟你说吗？给你当家教。你不是不喜欢找家教吗？你教的还不错，就很细，他很好，他对我很好，但他好像对谁都好。所以嘉许哥有女朋友吗？他哪有什么女朋友啊，每天累得跟狗似的，没时间找女朋友。你在这上班吗？他缺钱吗？所以才会一直谈恋爱。嘉许哥，你能不能别谈恋爱？如果你交了女朋友，是不是就不能对我这么好了？那大不了这样，以后我找一个温柔点对你也好的女朋友，这样子就等于多找了一个人对你好。那你找到的时候先陪我看一次。好，会记得的。那不就代表他已经看过，觉得更了。小鬼早恋，跟你哥说我网恋。他应该不会再以为我花痴他了吧。刚好我也没有。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成年之前去找他的话，恐怕就见你自己成年之后的样子。他这样说应该是相信我喜欢的是那个不存在的网友吧。嘉许哥，新年快乐！我跟你说，明年哥哥就好多很多赞助了。欠了很多钱吗？不是钱，但是你们说是钱。嘉许哥，你先不用着急，你等我长大，我挣了钱之后，我帮你一起还，赚了以后钱帮哥哥还债。哦，桑稚，你以后挣了钱要给自己买漂亮的裙子穿。嘉许哥，新年快乐！他没跟你说吗？回颐和了。我听我哥说，你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会回来，是吗？是啊，你会去吗？我会。所以毕业了之后，这些同学都真的很难再见到了，是吗？应该是吧。这个是送给你的。送给我的？那我呢？你跟他们当然不一样了，他们可不会像我的好妹妹一样，在过年的时候偷偷塞红包给我，在我毕业的时候还来给我送花。如果想靠近以后，我好像还需要再努力一遍。嘉许哥，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梦想了，考上颐和大学。断家师太，牛逼！嘉许哥有女朋友了，就是吧？你答应我，我在颐和那个网恋网友让我来的，学校都要去接你。桑稚，嘉许。见到他了吗？他不喜欢我，他嫌我太小。他这么做是对的，你现在年纪太小。我会长大。那就等你长大之后再说。等我长大，他就会喜欢别人。没关系，小三长大之后会遇见更好的。给你的礼物。给我的？原来心里还是想过的呀。你不用告诉我。已经长大了，如果还叫小朋友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别
是一个小朋友。对，还是个小孩。也是，你今晚好像也就见了我这么一个老婆。桑稚，你掏出手机看看，我发了多少信息给你，你一次都不回，为什么？说到时间问题了，会给你压力。接着，你吃饭。我之前一直不理他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毕竟他也没有做错什么，好像真的挺白眼的。你知道为什么破他吗？我不管什么，你为什么要破他？那个女的是谁？算是我爸的亲侄儿。你骗我，你不知道我在家死。嘉许哥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那个是你爸爸的前债主，所以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要被他欺负。骗你什么了？你说。你爸爸把我害死，你就是骗我的，你说你叫什么？有好感的呢？有好感的总有一个。我希望嘉许哥远离所有不开心的事，希望有人可以陪他，希望那个人是我。不然你这个朋友他在纠结什么？他在纠结那个哥哥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。我有一个秘密，有个好喜欢的人，可他就是不喜欢我，就是不开心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对你好吗？就是他很好，对我也很好，但是他对谁都很坏，对谁都很坏，只有我知道。原来你喜欢那样的，那我变成那样的，然后只对你一个人好，这样我们桑稚应该就不会这么伤心了吧？让别人来照顾你，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。你想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他说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他。我姓武大，但也不可能。要不然你给我介绍一个。我经历介绍，我身边的狗差不多大，跟你差不多大的也行。成年就行吗？成年了，都上大学了，那不就是大人？我们不行啊。这不是我送的礼物吗？怎么认识的？走吧。我怎么记得你上次喝醉之后说是在 KTV 认识的？哦，对，是在 KTV 认识的。看来没这个人，难道真的是我？得追，主要是我家姑娘，她一直都觉得我不可能喜欢她。就因为我喜欢她，我一直有这样的心思在，所以她可能是做了一个很平常的举动，我都会曲解她的意思。注意点啊，别占哥哥便宜。我不要脸。芝芝是谁啊？我小名叫芝芝。芝芝，你不是说亲近的人都是这么叫的？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吗？如果我交女朋友了，会先带给你看。可是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一个。你以为那个是我女朋友？这位是思云姐的领导。是你让思云姐跟我解释的吗？所以她从来没有忘记当年答应过我的事。以前是我误会她。而且我也不想让你误会，不然以后麻烦给你的心里。你为什么今天跟你同事说这是我的名字吗？我是你朋友，之前不都是说是妹妹吗？还真把我当你哥了。那你能不能说说追你得有什么条件？不用我需要什么条件啊。那你就说说你有可能喜欢上的人你会有什么条件。长得帅，脾气好，比我高一个头，三观正，没了。我觉得你说说这些条件我好像就行。所以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能答应你？可是你不是说我是小朋友，觉得我年纪小？那个不过是个称呼。再说了，你天天叫我哥哥，难道你真的把我当亲哥？那你能不能先剧透一下，大概得追你多长时间？这怎么能剧透啊？说的好像我一定会答应一样。行，那我就追究一下，追你个十年八载。你我的喜欢，真的很不要脸，拍这种照片还有人喜欢。哥，我可能要谈恋爱了。最近在忙什么？有很多事情要忙，要上课，还要等人约我。这是刚好偶遇。偶遇一个大学毕业快两年的人，偶遇我这个大一新生。我妹那个男朋友你见了吗？我跟他说的是快要谈恋爱。你都跟你哥摊牌了，还不承认对我有意思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知道什么呀？那我要是一直不答应，那你就每天都等着我去追你。毕竟你这辈子估计也就谈这么一场恋爱，所以别的小姑娘有，我们芝芝也得有。我刚刚根本就没有身上，我知道你在忙什么。那我刚刚干嘛了？不是说今晚有事儿啊？是不是啊？又忙着给人过生日吗？许的什么愿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算了，还不睡着回事。你的愿望也太好实现。我答应你。你是说答应和我在一起？因为我想你以后的生日我都能在你身边陪你，之后我就会一直陪着你了。关于我家里的情况
之前好像也这么跟你提过，我母亲已经去世，父亲呢是无人，他之前求嫁正死，我没房有车，积蓄也有余，确实可能会有点紧张吧。为什么？怕你不介意。我不介意。我是不是没有告诉过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是很喜欢，真没生气？没有。吃醋？没有。吃醋啊？要个微信而已，为什么要吃醋？我提醒你一个事情啊，我今天打算跟你接吻一下。你看吧，我在背单词，这比较刺激吗？不容易犯困。刺激？那所以是你主动还是我？当然是我主动。刚刚还没准备好呢，我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我现在不会哭的，因为小孩才会哭。肩膀借你靠靠。如果你觉得哭是小孩子的权利，那你就当一辈子小孩都养着你。爸爸每年在医院要花费将近100,000的医药费，哪个小姑娘有时间有钱陪他这样耗啊？我可以跟他耗。他爸开车撞死了人，是个杀人犯，所以跟段嘉许有什么关系？你可以不在意，但你父母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。所以段嘉许他做错了什么？这不是你伤害他的理由。突然给我这个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可以对你好，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好，真的。原来是我们小桑志远想照顾，所以现在在校园里面跟一个男人手牵手的是你对吗？我追了他。你有没有点了解？你想谈这个年龄段的女生，甚至比这个年龄段小，我都赞成。并且是他是我妹，初中就认识你，把你当哥哥，你怎么下得了手的？你真的是认真的？不认真，我才真是没良心。为什么要打他？我为什么不能打他？我昨天要是在的话，我就报警。我到时候就让警察来抓你了。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，我也可以保护你的。我都可以忍，但如果你去伤害他，他是我最爱的人，为了他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确定是段嘉许推的你？什么意思？大四那年，我记得假惺惺的在那里讲，我要帮你搬宿舍，不帮我会很难受的啊！非要去，现在我是看病。那你再装？不记得。你真的酒精过敏吗？要不我们试试看？好像过敏啊，感觉还能轻度几下。你是不是和段嘉许谈恋爱了？妈妈都看见了，是不是因为你对他的那种崇拜，当成是喜欢？我都已经这么大了，我能分不清什么是崇拜跟喜欢吗？我是真的喜欢。我是真心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你们的未来。他家里的事情不是他可以去选择的，他已经受到很多批评了。我没想到你们会疑惑他为什么要突然回去，他会不会是真的在考虑要不要跟我分开？这次我一定不会哭。我高二的时候来颐和，来找网恋对象。其实我没有什么网恋对象，我来颐和是来找你的。我不是来颐和上了大学之后才喜欢你，我那是骗你的，因为我怕你觉得我很奇怪，我把我想永远藏起来的秘密都跟你说了。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？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？怎么喝酒了？怎么了？我觉得我对你不好。我说的考虑是想先在颐和陪你待2年，等你毕业了再跟你一起回去，还是先回趟武穴，把一切安顿好了再等你回来？我为啥为了自己的选择？为了我爱你，甚至我跟你说个秘密，在我表现出对你的喜欢之前，我是偷偷喜欢你。还记得大一那年的初雪，就是那首歌是。愿意嫁给你。